大家好，这是个缩绳结的打结方法啊。货车司机在捆绑物体时，绳子超长，用此方法将绳子缩短，非常的简单而且实用。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绳子超长了，我们也可以用到此方法啊，进行将绳子缩短。下面我就给它拆开，给大家演示它的正确缩短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将绳子做成这个形，然后将上面的绳打个半扣，将这双折这块分针给它穿过，然后我们收紧。收紧之后，我们将底下这个绳也这么一折，形成个半扣，再将这个绳分针给它掏出。掏出之后，我们直接收紧锁死。当它收力时，牢牢锁紧，硬折都不会开扣。我们在使用完的时候，解开也非常方便。非受力的时候，主要是一撒开，一抖着就开。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